房子也是奇怪，每到晚上就有古筝的声音。赶紧绕路走，晦气。您是？我是吴珂，来任家庭教师的。哦，请进。以后我弟弟的功课就麻烦先生了。梦清小姐您放心，走不远千里而来，谢谢。一江游以利吾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功课记得完成。穷书生，他也配进我们家？配得上你吗？先生，今天的课授完了，我就……你给我滚，不用再来了。孟清小姐，